TV 一号台裁判员薛浩，记录裁判员董春波、周世龙，运动员王耕墨，菲律宾选手杰弗瑞·伊格纳西奥。下面比赛开始。你好，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获得开球选择权。好，午餐过后，我们继续来到2018乔氏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中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千勇。嗯，本场比赛出场的双方是屏幕左侧大家比较熟悉的来自菲律宾的球手伊格纳西奥，对阵屏幕右侧来自内蒙古的球手王耕墨。比赛采用13局7胜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两位选手之前在我们的第一阶段都是一胜一负，现在到了败部啊。赢球的一方将继续征战，嗯，输球的一方将被淘汰。对，比赛开始，第一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开球。来看炸球啊。犯规，上来白球是吊带了。王耕墨啊，上手先来选择。王耕墨也是我们赛事的合作品牌 LP 球杆的签约球手。嗯，也是现在内蒙古中式台球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之前还有像刘海涛啊，海涛啊。啊，王小倩、王小倩、李铁刚等等。刚限号自由球。严格上来讲，内蒙古的中式台球的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对，有很多球员虽然人不在这个内蒙古，在全国其他的地方发展，但是他的祖籍这边代表内蒙古的实力很强，比如于海涛啊、于海涛、马海涛啊、马海涛、尹红星，对，这都可以。苏尼日等等，苏尼日，包括之前上 TV 台的刘超啊，啊，朝鲁门，对对吧？小一点年龄的张悦，嗯，都是。太清，哎，还好啊，这位置是叫到中的还可以打。因为看这个，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会被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运杆的速率所迷惑，是，他拉杆运杆速度非常大，很大很快，然后一出杆忽然间一收。就变成了一个轻轻的短出杆，迷惑你啊！哎，中带失误，这种球以王耕墨正常的水平来讲，这个属于不太应该啊。对，就身体不舒服啊，有可能要咳嗽，看到没有？有些时候如果说刚好感冒要咳嗽，那个时间段，就你喉咙位置非常痒，趴下去打球就有点控制不住。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属于是深秋啊，对，交替冷热交替的季节，换季，很多球员都感冒了啊，像陈志毅，嗯，啊等等，包括之前的卞方明，对，在局间的时候跟卞方明聊了，昨天的凌晨4点，啊，救护车来的，到医院打点滴，一直打到8点，哇哦，今天幸好是。没误了比赛，而且对手的这个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啊，还算获胜了。所以说，也希望咱们的球员啊，而且主要是那些还没有来到赛场的种子选手啊，提前带好衣物啊，对，调整好状态。也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啊，输掉比赛那得不偿失的，很可惜啊。
啊，再一个啊，这个也是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到这个江西这边的球员，一定要在饮食上有所控制。对对对，这边的辣椒啊，就是说他们炒菜的那个辣椒放的是比较多，或者说他们这边辣椒是比较辣的，嗯，容易引起你一些肠胃上的不适应，不适应啊，可以带一些水土不服等等啊，带一些肠胃的药啊，或者是建议，嗯，在吃饭的时候告诉店家少放辣椒。典型的啊，薄边跑球，哎，但是这个没有避过啊，本意肯定是不想碰啊，放到右上角的，也是一个常见的打薄边，白球往上放。白球效果不好，擦一擦。JK 缝隙中央十一号球左边底带，如果能看到这一杆叫的位还是相当好的，稍稍有点刺高肥高，有可能会带一些低杆右散，轻轻往后拉，然后白球呢有可能的话顶一下这个黑八。打球上去，上方有中带啊，换了，两颗出来，顶到左边中带继续打，位置不算好，稍稍有点靠护边有点近。这样的话，九号从底下底库和左边边库啊，走两库上去，杆法不要特别低。中低杆避过五号就可以了。太重。伊格纳西奥的这个出杆动作还是挺有特点啊，嗯，没有过多的这个抽拉啊，放好了就打，接着往后一拽，嗯，第一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胜，比分1-0，谢谢。
第二局，王耕墨开球。上来啊，第一盘球，伊格纳西奥是一个，最后啊，稍稍有点小运气，把球叫到一个左边中带，因为前面的黑八呢，上一颗球叫位不好，我还好是有惊无险拿下一分。也是抓住了王耕墨一个左下角底带的薄球，两库往右上角放，结果没有防守好这样的一个失误啊。这盘又是王耕墨啊先上手。机会啊，贴着六号球，左边上去，再向左下方 K 十。但是现在这个角度，要看一下，还有一些向上啊，继续可以把这个白球啊打点往下调一点点，蹬过来。角度很关键，不要太直啊，还好有角度。啊，这杆也是关键球。本身你如果想叫四号球右边底带的话，交位还是很单一的。什么立杆尾啊？嗯，直接横下来了。对，直接发力往下走了。推杆推库的话，这力不好控。稍稍有点大，这杆球如果说上来较位啊，很有可能要奔这十三跟十四的缝隙中间较了，然后形成一个打四号球向屏幕的左下方的角度，不太好去直接较黑八。你要不要利用一个十号球做文章啊？这杆也是关键球，正常高杆推的话，叫黑八可能不会叫直，那么有把握就带一点点的左侧高杆。看这个杆法是从下面绕吗？有，没有强行叫位啊？白球也没有足够的前冲啊。首先这杆球是没有打到足够高的高度，就是高杆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左侧并没有用。十秒，延时。直接解球了，从上方再下来，还要在十一号的十二号缝隙中间过来。还失误了。自由球。
聊了一个一打一 K 黑八的角度啊。要不要打中带啊？十二中带中间底带，这两颗球其实我觉得打中带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目标球离带口稍微近一点，但是白球需要从右边上方边库走了啊，也同样是有一定难度的。嚯，很强的这个左侧旋转啊！对，它底带就是很好，叫十四。这是。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呢，对手有翻中啊，看不太懂这个一个大小是信心爆棚啊，还是随手一杆啊？他也是从中带和底带选择了一个，觉得底带可能更合适点。第二组，王庚默胜，比分1-1。谢谢。第三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开球。这杆做11号球，一打一带啊，力量不需要特别大，只要把12号球带出机会啊，15号可以衔接。高杆啊，往前顶一顶。看来这个角度还是有点偏大啊，不合适。那么从前一个方向来判断，12号的右边底带15这边应该还是有下。后面可以找，比如现在15号啊，走一个两库，
叫一个十二号同带啊，没把十二带的离八号球近点啊，你到后面这八您很就是没办法或者很难去把位置再简化一点。嗯，这杆球还能再打啊，十号右上角，然后再低杆下来，嗯，不打吗？那后吧，有这个球，嗯，打的话看十四吧。芒格莫是够瘦，但他的衣服有点，下摆有点肥大啊。中的还能推。继续啊，右上角，这角度还是有向左的啊，看能不能强行的发力啊，蹬到屏幕的左边，叫黑八。这个八号球够不够准？准确。第三局，王更陌生，比分2-1。第四局，王更陌开球。王更陌这冲球啊，十四号就不偏不倚的停在袋口了，要不然这局面真的挺好。对，大好局面啊！扫库边啊，或者打后一点下低杆。
呦，这杆球打得太厚了啊，差一点点没进，还好叫到二号。还要 K 吗？感觉有这个想法啊。如果你打中带的七，就需要一定的准度。可以说这几杆都不到位啊。嗯，一个拿将始终在调整。还好，能再打进。那么四号球角度就是关键球了。自然留向右上方的，还是留一点点吃左边边库往上走的，看这个低杆往回拉的距离和位置。有这个球是可以高杆啊，甚至说不用用右塞了，直接弹左边边库就可以上去。第四局，杰弗瑞一个纳西奥胜，比分2-2。谢谢。第五局，杰弗瑞一个纳西奥开球。开球时机。继续击打。我印象里前面这个伊格纳西奥的有一次 TVR 对吧，那场比赛的话好像碰到王胜业，应该是输掉了。 对，然后那场比赛里边伊格纳西奥是有两次开球时机，有。嗯，他的这个开球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动作啊，很随手的就一捅啊。但其实伊格纳西奥的力量还是挺不小的啊，这些时候可能也想稍微收一点，就是让中带有包下嘛，这种可以提高这个进球率。哇，这个翻底10秒，
十秒，延时。双方这一盘球一上来也是互相的进行了一些控制局面的打法，毕竟是实力都不弱啊，而且是这一盘关键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上手机会。来看看这个七号有没有贴住。犯规自由球，感觉王科莫这比赛一上来啊，是可能在休息上或者身体上有些不在最佳状态。嗯，今天上午的比赛，王科莫好像也是大比分的这个输球了啊。关注比分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赛事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啊，大家可以查询比分啊，还有相关的赛事信息，以及呢找到各个球台的直播信号。这一杆的白球位置是非常细腻，嗯，做到三号球，但是呢角度是微微向下啊，对，向下的话你就需要立起一些杆尾，你才能控制这个白球不要跑太多的衔接四，如果小力推的话啊，要控制好这个力量。其实单色球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二号啊，嗯，刚好是在这个八号球的附近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带口可以供他选择进攻，除非能调到一个说最简单的啊，白球跟六号就现在是垂直，然后打完之后探顶库下来带一下。可是你现在白球在这个位置跟四号就跟七号就关系，这一盘打光的话还得需要一定的这个能力啊，弹起来做个反角度。角度留的有些大，看要不要跑一个多库啊，底库右边边库没有，你这么打横台过去，对方的球全在那边啊，太难受了。对，我想的是你带着很强的左侧旋转啊，底库右边边库在左边边库上去，比这么打要起码路线上要安全一点，本身你低杆横抬过去力量就有限，在弹库值得商榷啊，那现在只能是自己解球，
劫道，但是把一个好局面留给了王耕墨。头脑很清晰，做一个防守。你勾二有风险，勾六你勾到了，正好解放了我九号九左上方领带的这个位置。所以说伊格纳西奥也明白啊，六号就在那儿啊，如鲠在喉，对于王耕墨来讲。对，但是我要解二的话，你就要避过八跟十三，所以王耕墨这应该很聪明，勾你想勾的球就有风险，你要勾我想勾的球难度小，但是我占便宜啊，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防守。犯规。好了，那就可以摆一个球。要不要小力推十号啊？先把上方打掉。利用低杆往回退。第五局，王耕墨胜，比分3-2，谢谢。第六局，王耕墨开球。
跟上一盘还是有点相似啊，这盘球依旧是双方进入了一个控局阶段，拉锯战。嗯，那哪一方能够先抓住对方的漏洞，然后并且逐渐的把自己的球呢布局到可以完成一杆清台的一个局面的位置。就是我的球养到好的位置，同时如果可以顺势还要把你的球打到边库上。对，现在王耕墨是有7个球啊，这伊格纳西奥只有5个，王耕墨这边或多或少占了2手的优势。嗯，没关系，能看见一啊，接着往远放，其实是可以的。这种球局呢，不知道这个各位观众或者说大家有没有经常见啊？我印象里比较经典这种球局呢，我举一些例子，就是当事人可能就不方便提了。就是打的比较经典之处是什么呢？中间的小球堆，就现在这个花球加上23的黑八的位置，就不太会动，但是外边互相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你的这个6号、7号、1号，甚至右下角的14号。放进了，中间剩一小圆堆，好了，谁敲？大家都跑薄边，跟打斯诺克一样。嗯，那就是高手，就是那一盘球打得特别有意思啊。啊，这就是耐不住性子啊。首先通过一个技术手段，其实有些时候呢，伊格纳西奥这也是他的杀手锏，他有一些防守是战术性的、针对性的防守。我打完了，你不打，我反手是叫杀的一个局面。对吧，我把这个打完之后白球控制的关键好是这个样子。好，又来了。嗯，好球。你不是喜欢刚解开？好嘞，我再过去，反正我比你人多。哎，对啊，多俩呢，那我就往这运，你总会比我要搂步。有些时候这个情绪上或者是心态上就是这样的，你要打开我就不让你打开局面。对，其实我也想打开局面，我也想清台，但是我必须跟你憋着打，这才叫对弈，对吧？嗯，或者有的时候局面开放，两人对着刚啊，你清台我清台，你清台我清台，但没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想要打开局面想清台，对不起，我不让你，我再打过去一个。这就是中式台球的魅力啊，包括有的球员都能算到先后手，对吧？你放在这儿，我放在这儿之后，我挖一坑，对，让你跳，你怎么打？你几种方案我都想好了。你其中有2种方案就是已经给我做好位了。对，啊，真是啊，这个超级平整真不是白说的。这种长台球轻轻推过来打包边沉底。嗯，一点点的这个白球走线呢，都不会说出现这种效果。这跟石板的厚度啊，台泥的这个毛的这个长与短啊，都有关系。对，顺茬、枪茬、顺毛、逆毛，就是我们这样说的。嗯、比赛时间过半。一般的这个小台的。我们这个中式球台的石板在4.3左右，一般球台啊，咱们乔氏都可以做到4.5乃至4.8。嗯，更稳啊，这重量啊、厚度、弹性，还会有一些专业的这种啊专利的一些技术在，所以保证大家打起来之后啊，能够最大化的满足球员们的这个战术意图跟要求。对的，那科技改变生活。张指导以前跟我说过啊，说这个以前还有球台是有木头板是吧？嗯，爆花板啊，密度板啊，就是这种球台。然后呢，拿这个手推车推着，手推车两个这个扶手把手上面啊，放了2个木头腿或者绑个凳子啊，平时就一放就能架到那儿了。嘿，然后平时不用的时候把这腿掀起来绑住，然后用的时候给它一松开绑的那个绳子，然后放下来垂直啊，然后呢。这小推车就是台球桌那个面儿，瞧瞧，
到哪儿都能放，到哪儿能放，推着就走。嗯，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呀。嗯，别追我了，追我，我把前面那个弄一倒骑驴，加上一电动的发动机，妥了，速度也飞快。我们看啊，打来打去，现在下围棋一样，这伊格纳西奥这球是都被围住了。嗯，这就是显示出来啊，这个中巴套路里边，如果说碰到一些善于去做一些控局的球员，他的办法是非常多的。然后有些方法呢，可能你觉得哎，这么打这么别扭，其实打出来之后你是很难受的。双方啊，在站台口啊，左下角前面汪根莫是通过了一颗五号接力，然后又传过来一颗四，挡住了左下角底带，你的十一号是很难去控的。不过这个位置要小心啊，汪根莫争取能够先手能打光最好，不然其实从这个伊格纳西奥的右边有机会打十四从上往下，也有机会去带开左边这个带口的位置。目前是王根莫上手，这盘现在机会是不错的。好球，二号球还要不要借一下力啊？嗯，这杆借的话不能太轻，一定要用五号球把上方十一号顶远一点点，先吃库后借力。哎呦，还好他有他自己想法，对，还能打，最起码有黄一红三还可以过渡，组合也可以啊。嗯，现在组合的话，四号还要顶十一，嗯，后面五号单打，四号单打，这两个球，从上往下打，比如说，对吧？打五一照，还能打四。这一盘其实，如果有完整视频在那回放的话，其实完全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重盘防守，嗯，找机会啊。对，突破。然后如果说这个宅球，对吧？小范围围球，打一些球队打光啊。前面我觉得上午一场，帕拉金的有一盘球吧，嗯，还是可以的。对，围上之后啊，白球像蝴蝶穿花一样啊，一打一 K， 一打一 K， 一打一 K， 通过几杆一打一 K 打光。不算太好。嗯，忽然之间我想到一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作为数据统计的一个嵌入的小软件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上面有单局时间，如果是可以的话啊，因为经常咱们比如看这个英国斯诺克比赛里边啊，比如说这一局总算打完了啊，嘿，回首马上就有一个单局时间，单局或者在局中的时候，对，在进行的时候会显示啊，对，比如说。One frame 就是一盘球正在进行，嗯，然后里边时间一点点的走吧，里边有时间，哎，这个如果能体现出来，以后也是很有意思啊。是的，大家能知道啊，刚才伊格纳西奥跟王更莫这一盘球，比如上今年第一站的时候，这个杨茹跟金俊那一盘，用二十几分钟的，对吧？
大家能随时的知道啊，两个人在中盘防守已经防了多久。啊，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数据，对吧？就像这个一次开球时机啊，两次炸清啊，对对对，接清这种。自由球。如果说再比如说我们夸张一点啊，那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常态进攻的成功率，对吧？嗯，对。做安全球，比如说 safe， 对吧？做安全球的防守成功率的百分比，这也是特别漂亮。但是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计算的，需要人力啊，也需要物力，对，才可以。之前提过啊，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对，这个就是需要大量了啊，有人记。得有人统计，对，有人算，就是，而且不同的类别的，对，而且是专业人员，没错。什么球算常态防守啊？对，什么叫常态进攻啊？不是说你做一个文案的文员坐在边上，是打不进去就是打不进去，那是简单的东西了。伊格纳西奥确实啊。非常肝胆，这也是顶尖世界级球员敢做的事情。交到缝隙里面打完之后上来，在他手按着那个十一的球，也是有机会可以向下借五号力的。不太够，不太够的话，看看这个白球啊，左边。蒙哥莫肯定是要首先把左边袋口挡住，让你十一接力都没得接。好了，那么我给你打这一杆，首先一上来看你怎么来处理。你如果用下方袋口球去过渡上方两颗，选一颗再来 K， 但你如果 K 不好，就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一个大球也量了个位置，要勾。说到这个局面，我想起一个九球的早年间的一个视频，是一个越南选手，好像瘦瘦的、白白的，小个儿。他那九号还是哪个球，全都被包在里边了。然后这小子最后跳进去的，跳完之后砸在那球上边，还是说靠后一点点砸进去的。嗯，您有那印象吗？有一些，有这个视频我有看过，我印象里，要不然就是双方打美式八球，美式八球里面打单组颜色呢。对，最后打是打跳进去，打八球。对，然后好像就是在左下角十一这边，对，左下角十一附近啊，有一个位置被包围住了，想了好长时间，怎么打解不了，围住了，好了，对，跳吧。结果还真跳成功了。嗯，对。还有一些就是白球被围到带角里边了，然后白球，反向打，白球像库邦上先框库邦，对，叫起跳，起跳弹过去，砸到上方有一颗球在近带，这个在里边也是有这样视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球啊，在我们的中式台球里边，就算是在俱乐部里边，偶尔吧。倒有看到过，只是因为没有这种视频记录的软件啊。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多的球房里面会安装一些高清的摄像头，而这种高清摄像头平时会存储一些记录，那么它可以便于给大家去看。这一盘球我感觉十分钟有了，最后是一个拿下拿下啊！其实胜负手关键还在于那个中带王格莫发大力，对，去打的时候那球我值得商榷啊。第六局，杰弗瑞一个拿下胜，比分3-3。
第七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开始。今天，这比赛非常奇怪啊，双方炸完了这个打的球啊，也真是，总有球队啊。下边现在又是一个半包围啊，五颗球，中间一个八号啊，还有一个五号球。那么就需要王登波上手红三打进啊，先看这杆球没问题，还需要再调整啊，这杆是没有到位。用其他球再去处理八号球左边的球和单独的一颗七号。哎呦，这杆不算好啊！对，少了一个球，越来越少了啊。选择其他，比如说其他选择就会越来越少，然后怎么样利用，去 K 自己下方的七号甚至于五号，变成现在逼着你去打下方。如果你攻，就要打六号。哎，哇，这个五号球有点可能会够下啊，感觉这个位置这方向。但是贴的还是比较近，不好说啊，似是而非。10秒，5、4，连10。10秒。哎，不奔近打了啊，轻轻打，确实不冒这险啊。哎，没吃库啊！有这杆球，自由球，能摆十四就摆十四。哎，这怎么？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屏幕在晃，地震了。难道说我们眼花了吗？可能我们这上面掉的这个镜头啊，稍微有一些这个调整啊。对，还是摆十四啊，听我的。延时。因为这十四牵动着这个十二跟十三、十五中间这最关键的这个位置，你先把它打掉，剩下那哥几个就全都好解决。我有点晕车，我也晕车了，这什么情况？
十秒。剩下啊，还好啊，够瘦，力量。咱们 TV 台好，目前没有看到过，就是这个，我就是想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正俯身，好了啊，马甲上的商标掉下来啊，掉下来砸到这球了，目前还没有这种现象，没有，没有，没有。咱们这个双面胶的这个胶水还是粘力很强啊。是，之前有过啊，在我们的以前的这个分站赛视频当中，冲完球烟打火机哈、啊。对，碰到球了，双赛点还是被对方接清了。第七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胜，比分4-3。第八局，王更默开球。啊，这杆炸球还行啊，看看局面配不配合。哎呦，不好选吧。你看，不好选哎。确实是啊。长台14号。终于14。35还咬着。看准度啊，这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准啊。感觉金少那叫什么那个小刀杆那位球员。想想啊，时间停一下，时间停。想了半天，原来是三 D 啊，这张翼德、啊、那是张，开玩笑，张毅啊，对。以今天上午张毅的这个准度，我觉得上午这种14号球，他成功率相当高。是。推过一点点，有中带。
再下低杆过来，六号左边可以接个力，差这么大，彭格莫很被动啊。对，很被动啊。向左边上方太多了啊，这个位置相当不好。不行就六号就接力啊，先做四。然后再打进上去啊，二号球调八号。太轻。又直，习惯性的啊，就是球员们会有一些白球到哪里的一个潜意识啊，用球杆去比量一下。他可能大老师比如这杆不到位的指一下啊，应该是这个位置。对对对，十秒，延时。啊，这个中袋太厚了，刚好这个白球位置对于王更梦来说啊是相当好的，但要求准度比较高，而且你低杆下来是可以交到自己13号啊九号的右边底袋，但是如果你不进就交到黑八了。嗯，还好没问题啊。王更墨也是一个啊这多才多艺的球手。嗯，之前跟您他一上 TV 跟您讲过啊，歌唱得好啊，嗓子也亮，唱的悟空，唱的悟空。嗯啊，在咱们台球圈有好几位唱歌特别好的啊，奚宏宇啊，嗯啊，夏红岩啊等等。而且我记得听您说，夏红岩还是这个台球圈的黄家驹啊，是吧？对。还有那个谢朝辉啊，这都是唱的特别好的。对。其实就说到这儿又有机会了，可以搞一个这个，是吧？台球圈的说完了，音乐比赛啊都可以。台球圈张学友没听过？啊。哎呀，你这真是，哎，我没有孤陋寡闻，真是故意没提嘛，是不是？孤陋寡闻啊，哎，台球圈苏永康，嗯，对吧？外号声优，对吧？啊，苏永康，认识吗？不认识。这正说着啊，我们这个王更墨，这个两库交位，嗯，交成了个大角度。篮球球场左边上方啊，去弹边库，有机会的话可以下右塞高杆，再弹顶库和右边边库再下来啊，这是一种打法。如果直接下低杆左塞发力横台啊，这个要求准度就会更高一些，顺推会更好进一点。漂亮，再走，还在拼，对，第八局，王更墨胜，比分4-4。
第九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开球。上一盘球，伊格纳西奥最后两颗球啊，一个单色打进之后，还有一个八号球，八号球最后是没叫到位，然后是没有打进，也是被王耕墨啊扳平。现在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盘球，而且时间剩下不多了啊，14分钟，这一分很关键。10秒。又是一个。这个位置啊，需要打四号球，轻推不太好停，可以走两库，除非是有把握啊，就轻轻打。不然我看伊格纳西奥这意思，下第一杆还要从里边绕吗？绕下来顶到，还是不好打。总感觉他打的过于的繁琐，而且每到关键球都得靠旋转啊。大范围的跑啊，去弥补，不像顶尖的中式球员，越打越简单。对，要看似，就伊格纳西奥看似他这个走位很华丽啊，多库卸力啊，啊旋转啊，用塞去拧啊，但实则他这个打法特别脆弱，一个环节没做不好，出问题就马上后边就全都所有全出问题啊，况且你又没那么准。是吧？四球，
看看王耕墨啊，你上手摆自由，九号。摆十一了。哦，摆十一那就帮进啊，低杆往回一拉，黑八继续做防守。但是这个位置直接打可能不太够啊，但是有的跳，或者是扫库边，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扫得进。刚才这杆球，王耕墨的想法可以理解啊，也是再稳妥一个，将对手的这个优势球帮进，并且争取再要一杆自由球，但是没有坐住啊。照这么打下去，这一盘就有可能左右比赛胜负了。对的。看要不要七号就站袋口去。确实啊，在这个薄球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小也是非常喜欢打或者敢打，他对这种球不恐惧，就是觉得可以薄。这杆球对于王耕墨来说是绝对是绝佳的机会啊！不要看这个十一号、九号好像有点互相咬。但是，一旦其中一颗解决掉，另外一颗就非常好打，因为十一本身它左边底带是有下的，并不是说二号球挡住了一个进攻的袋口。在中低杆发力走两颗上去，左边中袋可以先去处理十、十三，再用十四向下啊。K 球效果还行，架杆或者高架，侧身，身高好，有先叫了个中袋，那么这杆球可是要看看这个角度了，还支持可以向屏幕左边走啊，有机会可以去叫下方的九跟十一。登过来，杆法稍稍的有点低，毕竟这个球啊叫到之后都是角度向屏幕左边的。还好啊，高杆直接从下边直上直下，或者是利用个中低杆从屏幕下方跟右边边库往上蹬两库啊，两种打法，简单打法就是高杆，避开黑八就好了。这个力量。包括这个高杆的，它的高杆都是那种高低，对，中杆往上一点，或者或者是退的那种。怎么还出了一点点右塞啊？这不应该呀、啊！球杆很花哨啊，后把的位置够准，再走中带，别藏二后边去，拼！哎呦，还能拼！
看着真是揪心啊，这球。就是简单球打难了，后面知道。还是打包了。双边七号球，轻轻打做防守。王庚子还有机会去拼黑八，这杆黑八能不能够去准下？对方已经是左上方带口，右啊左下方带口各一个。啊，虽然说白球算稍稍防到了一定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对于伊格纳乔来说，只需要去打厚一点，弹起来坐住就行。一个拿球，反复再看，用七号球叫八啊，叫中段的一个角度，上手自由肯定是先打二号，争取将白球叫到左上方中带再往上贴库。十秒，延时。这杆球也有点手软，没太敢用杆法，平时的他肯定是要挂右塞打的，将这个白球跟黑八的距离走近一点。第九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胜，比分5-4。官方暂停10分钟。太猫了。告诉大家，注意一下击球节奏和时间。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关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
人工审检外，厂家包安装，九万级酒器售后保三年，人工省九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秋和中秋八九。波茨杆，波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60-147。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及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比赛继续，第十局，王耕墨开球。至关重要的三分钟，因为两个人都是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一胜一负。对，本场比赛谁赢球，谁晋级到下一阶段啊？输球的一方将告别。所以说，两分多钟，王耕墨必须要啊完成清单。咱们 TV 应该还没有点球了吧？没有，没有。目前这一站还没有。对。那么，啊，王耕墨和伊格纳西奥是不是能给我们奉献一场？我们也期待一下。哎，这一 K 还能打，最起码四号球可以推过来，不用太快，其实时间一分多钟，这四颗球应该是没问题的。简单交位，左上方黑八，左下方右这个位置，他也是看了一眼，有可能要叫这个从左向右上方打。我刚还是感觉啊，就现在这个画面里边，红三打右上方的地带，就是走开放的，对，走开放线路，大的方向走。对，就这样。对对，你别从十三号上面，别从十三号的上面走，叫到这个15跟9上去。然后现在呢，打进如果可以的话，从底下的边库再弹库起来，叫八号球的线路左上方。没问题，漂亮啊！这一杆，对吧？八号球简单，如果说稳稳当当打进，
点球了。打开玉龙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第十局，广东莫氏比分5-5。好了，点球了哈，嗯，应该是吧。你就稍等一会儿啊。算了算了算了，开秀球台，请双方选手争夺点球选择权。3、2、1，开始。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获得点球选择权。点球第一轮，两个人啊都是没有打进，对，但是伊格纳西奥先罚啊。点球第二轮，八号球呢距离库边啊底库是31.5厘米。白球呢放到跟他垂直的位置，开球线呢距离顶库是63厘米。两轮过后，0-0。双鸭山战的时候呢，伊格纳西奥通过这种啊跟对手一直僵持到点球的阶段啊，点球第三轮，连续我印象里赢过两场比赛啊，都是点球赢的。感觉王更默一次一次的接近啊进球，看这一杆，薄了。三轮过后，比分依旧是0-0。来，马上下一场比赛啊，就是背靠背了，2点钟。点球第四轮，
没有，还是没有。点球第五轮，有吗？还是没有啊？这应该是最后一轮了。对，如果王耕墨罚进，就是结束比赛。对，金球制胜。王耕墨不进，双方进入到附加轮。附加轮呢，就是双方啊，一人罚一次。哪一位没有进球啊？哪一位将会输掉比赛？金球，金球，金球有了 啊！恭喜王耕墨，金球制胜。那稍后2点钟我们再回来。14点比赛即将开始，现在公布一下运动员比赛场地。尹红星、韩博石一号台，贾子龙、森学二号台，于红、雷伟民三号台，周亮、阿美里库、费雷拉四号台，雷毅伟。